一开始，梦想是一个模糊而遥远的存在。而当它有了具体的形状，我就有了对未来的期待。我的梦想呢，是能有幸站在讲台上，和同学们一起去领略化学材料的神奇和魅力。今天我的梦想实现了。每一个前行的身影，都是茫茫汪洋里的灯塔，为我指明前路方向。下面由反方四辩进行总结陈词，有请。也许会有迷失，亦或茫然。我的持方是信仰不能超越一切。有时不舍昼夜，有时彷徨迷茫。但只要下定决心，砥砺不停，不畏风雨，伴着来时的梦出发，Describe him or herself as well educated. Okay, Miss Jane. This kind of person can only be described as well trained. 作为药学院的学生，终极目标是要研发新药，为人类健康服务。与优秀朋辈和老师一起，坚定心中所想，就能遇见各种可能。因为热爱，所以坚持。因为相信，所以看见。